受到大家观察，然后呢借这个机会，我们就直接把这个供水供料智能这个一套系统啊也就做起来。那以前那些老厂呢，用那种机编的这种漆料，一个是灰尘多，然后质量保证不了，因为我们这种颜色的外观呢要统一的，灰尘多了嘛，比如说这产品上面有黑点白斑。当时没搞这个中央供料的时候，我这个员工他们都让他们自己独立加料的，说加到旁边这个料斗里面。那时候就是说，也时常出现这种破粉料的这种事件。水路这一块的话，其实真的这个是实实在在帮到我们保持这个模具的一个温度、恒温、恒压啊，相对来讲，我的质量也稳定了。质量稳定，所以说也是变相给我们就是说真相啊。这个就是说，每一天就是说，只要我公司在开着，在运营，其实都是享受到这前期投资的这个红利在，这个很值得。像我们这种，小型这些降落漏电啊，其实都是要人工去来拼装的，然后再装箱的。我们现在用的是C45自动拼装机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完全的一个替代人工了。到时候比如说可以，比如说原来比如说就搞10个人的，现在有2个人就可以完成。